大家好。哎、欸，我们很勤劳的在学习舞蹈。对，我们一别差不多二十多年了，再次共舞。对啊，我们上次是拍迷离记的时候，我曾经跳过一个 waltz，、那时候没有老师的哦。那时候有老师、啊。那么二十多年了，这二十多年不只是我们一别二十多年，这二十多年来也是我第二次在跳。你没有看任何晚会都从来没有我们在跳的份。这个之后呢，后人就可以去了。而且呢，二十年来我又进步，我这次不止跳舞，我还是当跳舞老师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到我们这年纪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我们缺乏钙，啊，也发觉我们的关节有问题。其实平时都没有那么注意到这点，一跳舞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要捏钙了，要什么钙，什么钙都要钙住了。刚才在练之前，我已经做了一点点热身了，但是还是不够的。原来单勾那个扭那下哈、哦、那么帅气是这么困难，而且我们每一次都钙一下哦，可见哦。不只是身体酸，连头也会酸的。是，颈项好酸哦。那天你们看到我学电工，今天是第二次，你看我还买的这些东西，你们往下看，有备而来的啊，年纪一大把了，要注意一下钙，要注意一下关节啊，是，这是需要的。公司安排我们跳，今天是到了一个段落，有一种感觉就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对的，虽然今天是第二课啦，说是结束我们这次的训练，但是我们自己还打算要再去学，因为真的太长的路要走了。丁哥，我发觉呢，如果说想要跟对方交流的话比较难，因为一个看左边，一个看右边，你看一下就看了一下啊，而他完全是靠肢体的什么。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伦巴可以随时都望着对方，而且呢，男的呢就比较容易掌握。我喜欢单勾，因为是带着我跳伦巴呢，他跳一步我要跳三四步，哇，太难了。男的比较有那种好，我比较这种拥有欲。是是是，我看镜子，我看到自己，我脚不顺的话，身体不像样；身体要学像样，脚步就乱了。对，所以真的是不容易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事隔了二十年重新步入舞坛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《再见单人床》，我们跳的戏啊，一定要支持。